你给我，我消费你。你打了那几个一，那几个那几个五，我再帮你看了。你就是掉英雄，只要不是掉的太差，对方不用反攻的情况，你都不要怕。对，就拉他。啊，再来一个。老无效，老无效。哎呀，不用怕了。我后面没有很好的杀球，不要硬杀。拉拉。对，拉掉也可以，拉不动了你掉也可以。因为我在前面刚才看我了，你掉了，我觉得这个失误率更高。拉了，不，他有些太好，他有些被动的时候，他拉已经来不及，已经来不及做动作了，只能轻打反掉或者是硬杀，他拉已经来不及，因为他被动。杀好友杀被动不，他那个杀都是被动的杀，就是因为不好打了才被动猛杀一把，其实猛杀一把反而不好，因为对方一反击很难中，对你杀不出来很难受，你打一个过网就下来，对，过了网就往下走的，只要不是太大的吊球。因为跟那个圆圆都没有扑网的习惯，对，像我有扑网的习惯，他们两个不扑网的，所以你的球对他在等的，所以你只要球不是太差，对，质量太差啊，对，不要吊球，质量不会太差，你就不用怕。因为你打完那一盘，你有时间准备，我在前面帮你卡了。他如果脚高球，你在后面有时间做好准备，我叫他不要。对，看到有些不好处理的东西，先过去。可以，我们由胜转败，哇，好开心啊！直接赢怎么那么开心？那个拍子软，这个拍子硬，八八地硬，你俩拍子来回转换。这个拍有九百，我觉得比那个八八地要软，八八地更硬一点。它不是软，它的中杆比较短。哦，所以你觉得它这个是因为它的中杆很长？哦，对，因为它的这个时间长不长，这个是比较短。跟高手肯定是。这段拍要我输，对，重拍。这段拍重心偏远，重心偏远，手感不稳。对，那个这种拍子一样杀不上力，就不太。但是这个拍打高也行，杀球更高也行。过了。你屁股没有顶一下，要屁股顶一下，动作可以的，擦个屁股。What?
这样也可以的，这样子也可以。而我就是那个维克多，还有那个李宁都不行啊。你的是啥？我呀，原来我没进健身房，两年前啊，我就爹给爸爸弟吃了，这次我真的喝的很多，到底我只能打针了，这里这么软。有这个，站的更远，这边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就放你家，放在这边了。放不住，放不住，放不住。撑不住，撑不住啊！软了一下嘛。我觉得你，我是原来搁着好着呢，我没撑够，我实在卡住了。我觉得这个样子，我这极光系列吧，极光系列属于软一点。哪俩进来了？进，我，进了吗？进。